夏长荣，你还是不想说？谁托你打听那车的事？一个朋友。这是一个普通的朋友。 跟你说清楚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我想知道，我什么都可以问出来。肖长荣。 是刘静给我打的电话。关好了吗？关好了。这个车咱们谁都不能动。 这么好的车，哎，耽误事。关门。以后联系过没有？还打了一次扩机。在哪儿？我回电话以后才知道是在广州。 我现在在广州呢，你不要问我在什么地方了。汤总，你就帮忙问一下那个警察扣那辆车是因为倒车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。啊，哎呀，你找个理由嘛你。91年，我停薪留职以后做生意的时候认识。做什么生意？ 做磁带生意和化妆品生意，当时他欠了我1000多块钱，我找他要了几次，他给了我一辆车。什么车？就这个车。1000多块钱就给你这辆车？ 他值吗？你们跟在一起干到底还干了些什么事情？都交代清楚。我们做了一次黄金生意，是从91年的年底到92年的6月份，一共。 做了有一万多克，当时是。停，黄金的问题，咱们放在以后再说。现在谈一下你自己的主要问题。
那还有什么主要问题啊？你什么问题你自己清楚，哪些问题你清楚我们清楚，把问题交代清楚，争取从宽处理。那会有什么事啊？古玩的事情。什么古玩？9月18号，他们从开封回来，把东西运到了刘农军家。箱子来，还有纸条，还有那个胶卷，啊，都弄去。怎么了？别动，别动。这又停电了。没事。你这有应急灯吗？应急灯在我老婆那儿呢。打火机呢？好。这有了。哎。哎，轻点，慢点，别踩。等一下，慢点啊。刘农军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说。不清楚，不知道。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干嘛呀？马上就走。马上？哎，去哪儿干嘛？哎，你别问那么多了。还是去做生意？啊，对对对，做生意。哎，你赶紧把这个穿上来，快点。你干嘛呢？这是成天生意生意，你有老婆有家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知道知道，所以我才来接你回去，接你走嘛。我不走。要不然车就晚了。晚就晚，反正我不走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我不走，丁丁。走吧。你干嘛呢，丁丁？走走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丁丁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我跟你说，再不走就晚了，就，啊，快点。我这个结婚一年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丁丁，我结婚一年，我这过的什么日子？这是，你什么真话都不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外面干是什么？行了，快走吧，你别闹了啊。我不走。你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来不及了？
386，有啥子情况？指挥中心。喂，三八六。我是三八六，我是三八六。啊。现在正在进行搜查。全是文物现在不在。还挺专业的。到哪个地方去了？好像是跑了。啊，抓紧时间搜查。好。哎，主任，这个人是什么？有啥子情况？及时的给指挥中心报告。哦，小金，让主任签字。您签字。见证人。李龙军和刘静还有哪些同伙？听说有个叫老三、老四的，但是我没见过。还有谁？还有一个叫冯江的。冯江是干什么的？好像是在监狱工作。小冯，小冯，和刘农军是同学，运那批货是他托我办的。这是编号了吗？有，这是那 A。海运和清蜡台。好。这个。这什么？编号 C。白玉大吉葫芦配。再换上一个。这是这个小的。龙总。嗯。这回咱们也该发达发达了吧。哼。没看这次的多好的少。你也是的。来，再换上。不是让你弄弄那么两件就完了吗？你怎么都给弄来了？
不知道，啊，是不是天黑了？嗯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反正方便顺路。嗯，老三反正是捎过来了。嗯。这不错，这挺好玩的啊。跟你说点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些东西怎么样？好出手不？现在行情不是很好，明星花的价格正在下跌，不太好说。最近手头有点紧。说了吗？咱们缓一缓再说。稍等。那天，我去他家叫他的时候，这是我朋友，屋里有刘进，咱们都可以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，啊，那人讲的是北方话。哦，那我们走，那走吧。小芳，我们出去一下啊。李军，快点啊！事情怎么样了？事情已经办好了，不过得付点定金。需要多少？一万。东东，我看那些东西先放到我们家里怎么样？那些东西出手，我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。考虑到前面停一下，那有人在等我。啊，这就是东方娱乐陈先生。哎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出去办事儿了。车呢？啊，你的车呢？哎，车我正修着。那个农总，你们先走吧，先走吧。这么没劲，哪儿去了？哎，好，先走吧，先走吧。啊，那个司机，我们先走。你的这位朋友真有意思，他只喜欢汽车和女人，他不喜欢钱吗？没了钱，他什么都没了。记着吗？
那次我们到南京，去南京长江大桥，那个时候没钱了，也没劲儿了。记得，怎么能不记得？那时候也就是小学五年级吧，当时我确实走不动了，我就说你自己去吧，我坐路边等你。你还真的一个人去了。其实这南京的长江大桥跟咱们武汉的也差不多。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当你一个人克服了困难，就是尽管那个时候你已经是筋疲力尽了，可是你走到了，你达到目的了，那个感觉，那劲儿，那是不一样的，真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现在呢，你要响应那个政府的号召，坦白从宽，争取政府对你的从宽处理。9月20号，刘农军让我和黄玉强，还有个叫徐国鹏，把文物运走了。徐国鹏是干什么的？是机场的工人。他和刘农军是什么关系？他是冯江的朋友。走吧。这批货要不要紧？会不会出事儿？利大风险大，干吧，比精品店强。走吧。好吧。10月13号，把文物空运到了广州。当天下午，那个黄玉强乘着另一架飞机到了广州。刘农军去广州走的时候，放了三个纸箱子弹在我那儿。但是我不知道那三个纸箱子都是什么东西，我根本都没看。他要放到我那儿，我就让他放那儿。上前面，上前面，啊！快快！前面，前面。1992年12月5日。警方在武汉逮捕了涉案人员肖长荣。12月6日，警方对肖长荣家进行了搜查，起获5件文物。经专家鉴定，这5件文物正是918大案的被盗文物。所有警察大喜过望。侦破此案的警察们称，他们在武汉的收获是武汉突破。
这个是道光绿彩，道光款绿彩云龙纹盖冠，盖冠分类号，分类四笔幺幺二幺，口径6.5，对了吗，老李？对完了没有？对了，对上了没有？对上，这不会有错。全部是我们被盗的文物吗？我认这些文物，比认我的儿子认得都清楚。到底有什么严重的事儿？你跟我说一说，我心里好有个数。怎么说呢？反正是我毁了这个家。1992年12月9日，黄玉强从广州飞回武汉，东躲西藏，如惊弓之鸟。黄玉强家境殷实，生意一直做得不错。人还算老实，他在飞回武汉不久，即由亲人陪伴，走进了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。在广州三余宾馆，我见到了刘农军和刘进，把武汉的情况告诉了他们。我告诉你，当时刘农军不让你动那辆车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是不是想要害我们的事啊？啊？想把我们都害了。你喜欢车，是不是？你就喜欢车车车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这个事儿要是办成了，我们能够买下一个汽车制造厂。要是办砸了的话，你和我，我们大家都得蹲监狱，坐警车，坐囚车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我知道我之前办这件事办得不对，可是你也得搞清楚啊，现在人家这个车是因为盗车还是因为文物，都一样，没有多大的关系。
知道他们现在能掌握一些什么。坐吧，文静，坐坐坐。我想，哎，坐。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说吧。你和刘进到底做了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真没什么。农军，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说我从来没有瞒过你什么，你也从来没有瞒过我。我是说，哎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刘进呢，他偷了一辆车，这事儿是他不应该干，是吧？后来呢，我们又搞了一些文物，是吧？这你不是也都看在眼里了吗？我看了一张小报，报上说河南开封博物馆丢了一批文物。这事儿，我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？怎么会呢？绝对没关系。农军，我这情况你也知道，精品店的生意也不错，你都看到了，我还有孩子，我知道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啊。但是你记住，千万你别说那文物的事儿，嗯，好吧？不说。那我先走吧。当天晚上，就先回家。我离开了广州，然后他们好像也不在三玉宾馆住了。去找你。行。他们，我还去过他们另外的一个住处，是在广州，是在郊区，西一个叫西坑的地方，好像叫云泉之街。是个米黄色的二层楼。吴局长。哦。电话接通了，开封。开封电话。啊，吴书记啊，现在这边情况是这样啊，那不是，三运宾馆这个情况啊，现在看我们晚了一步，扑空了。908房间，昨天住进了旅店登记上登记的名单是，一个叫赵勇，一个叫李强。根据服务员提供这个体貌特征来看呢，很像是刘农军和刘进。我们晚了一步。根据投案人现在反映啊。如果说他们带着有新加坡和泰国的护照，对，我们感觉到这个情况比较紧急了，所以今天上午呢，已经在广州，我们进行了全面布控，海关、边防、口岸、机场，所有的进出口，
我们都下发了通缉令。现在看还有一个情况，吴书记，就是这个根据投案人说的这个西坑，这个西坑啊是广州市郊区的一个新建的一个生活小区，流动人口很多，特别是这个迁报户口的人很少，透明度很低。如果说按这个投案人所提供的米黄色的二层楼，对面是大排档，背后倚着白云山山头，现在根据这个情况来看，我们查到好几处类似的这种房子，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，面积太大，如果动作太大的话容易暴露，所以我的意见呢，吴书记，能够很快从武汉把投案人押到广州来现场指认。最后一个事儿啊，我这儿人马奇缺，从香港过来以后啊，成了光杆司令了，这儿就是永刚和祥生两个人了，现在离了车，离了汽车啊，寸步难行，没法开展工作，人手也太少。这样呢，从开封啊能选调一批精兵强将，然后呢能派上一两部车吧，能够赶到广州来，越快越好。谢谢您，首长放心，谢谢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你们登机啊！好好好，我你们好，您等等，好，等一下，走了，走了，完成了，那我们走了啊。1992年12月12日，支援广州办案小组的人员和车辆乘军用飞机飞赴广州。同时，副局长胡安泰等人押解黄玉强乘汽车自武汉日夜兼程赶赴广州，以便指认罪犯藏匿地点，力争在广州缉拿罪犯，缴获文物。我们也开工了耶。哦，那我们就到西坑啊。哦。西坑那个具体的方位，现在还能说出来吗？那有一个是一个四五层的一个黄楼，楼的背后是白云山。都前面一条路，路对面有个大排档，我们在那儿吃过一次饭。
现在到那个。